但记者的巡线呢，掌握到一位哦，他非常热爱按摩。通常我们去按摩是为让身心舒缓，但他去按摩结交到心仪的另一半，还用演技虏获全台湾。他就是刘俊谦，俊谦红腮雷哦，恭喜你哦！社主播目前记者所在位在金钟五九颁奖典礼的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为了要争夺这个最佳男主角的奖项，现场民众的情绪啊是相当的激动啊，不要推挤，不要推挤。但记者的巡线呢，掌握到一位哦，他非常热爱按摩。通常我们去按摩是为让身心舒缓，但他去按摩结交到心仪的另一半，还用演技虏获全台湾。他就是刘俊谦，俊谦红腮雷哦，恭喜你哦！而紧接着，各位观众可以透过画面看到呢，在我身旁的这一位警察先生哦，他不仅懂美食，他更懂入围。今年传播金 CGL 运势旺旺旺的傅孟博，祝福孟博不只喜获金钟宝宝，同时也要拿金钟拿到宝宝宝。而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在我身旁这一位哦，他是相当的百变哦。哦，他可以是做工的人，也曾经帮花甲男孩转大人，以后见到他都要叫他一声影帝大人。加油来的科属员属员哥，哇，属员哥散发着影帝的气场。而在我身旁的这一位，为戏苦练半年书法，戏外幽默的他最爱讲笑话。如果你问他最甜的蜂蜜是什么蜜，他会说是 You and me。 祝福静华，谢谢以上五位准影帝，我们马上把镜头交还给棚内颁奖人贾静雯、薛士林。